想到挣钱方有言，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远，只会野人。帅不？我给他们打不少血呢，俩拳让我搂了。我加桶油吧，是不？加桶，我还有四桶油了。没事。飞机，妥嘞，油给我了。给你56指的，762指的。我先加，你先加，你先别加，你先加油，我是桶油。这把妥了，兄弟们，看飞机豪横进决赛圈啊！感谢折翼钻石粉末啊，迷离呀、啊。前头有树，往开阔，对，这个方向啊。妥了，这搁飞机上还能打人，这把可成功了啊！哎，完美啊，完美，起来了。没看着人啊？看着了。丢，随便丢，来核弹丢。不行了。看没有？我靠！对面敌方火力有点猛啊，我们撤吧。就一个人，他妈！我们的战士又被他打。要给了两枪。嗯。这雷不行，雷一撇打飞机翅膀上了，知道不？我们要把海拔搞高一点。他们要正好干的时候，咱飞过去啊，咔咔一撇啊。不压制着他的。哎，这飞机比那直升机飞的高。哎，又发现一台。哎。好。下去。不加油好了，油还剩这么多，干毒里了。哎，别撞爆了，这正好干爆炸，咱俩废了。哎，这平稳落地，好，哎呦我去，又来一台，还行，有三桶油，够飞了。稳当的呀，这把别着急，先飞起来再说，再拐弯。好，起来了，我先来桶油吧。我这没有树撞，很好把技巧掌握了，可以拐了，往圈里去了。不怕撞树，前期就像机场一样的，要跑道，知道吧？具体怎么操作，除了教学。飞机飞的其实不慢，也挺快，只是感觉慢。我们在空中看着慢，在空中感觉慢，实际它并不慢。他一个人开的时候，他可以空中加油悬停，知道吧？可以悬停，老牛逼了。俩人呢？可以悬停吗？哎，完了！完了！哎呦我去！还行，没事。哎，还有救。可以有救，没事。等一下啊，看怎么救啊？他得助跑是不？这玩意儿。完了！我这个零叉子这里完了。完了，往坡上看呢？哎，这把这个方向行。主要是这个山太高了，然后高度没拉上去。慢点，别着急，这边速度我不行啊。哎，滑起来，完了，没滑起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完了，原地打转了，不行了，是不？不行了，下去来上。不行了，这个地方撞了，卡死了是吧？海拔太高了，还是不行啊，这飞机。